问的是，机会是留给怎么样的人？是不是人生的每一个选择都成就了一个不一样的机会？然后在这样子的机会下，是不是也让学生或者是其他年轻人，就是开始跳脱了自己的舒适圈，然后去做了一个不一样的开始？最后我想要问的是，在当你们就是遇到流言蜚语的时候，是用什么样的心态，然后来度过这样子的心情？谢谢。他前后两个问题跳痛跳得很厉害，你自己讲。前面不是在讲，你自己鼓励年轻人不要照一条路走，所以我就说 please 的。好，那个选择跟机会的关系啊，是不是每一次选择都造就了一个机会哈？这些是空的话，好，放掉它，就是选择啦、机会啦，都是空的话。最近我看到有人在比较两本中国文学史，然后其中一个作者说，中国文学史诗歌的巅峰是唐朝，另外一个人说诗歌的巅峰是清朝末民国初，两个人的见解不一样。可是我现在跟你讲的是一个清朝末民国初的人，他写的最有名的一本书是文学理论，叫做人间词话，他的名字叫王国维。王国维是一个非常好的诗人，他写了两句诗叫做人生过处唯存悔，知是增实只一疑。他说人生过处唯存悔，就是我当初如果面临了左边的路跟右边的路，选了右边的路的话，等我走了右边的路，有一天我永远后悔我怎么没有选左边的路。可是如果你选了左边的路，你有一天一定会后悔我怎么没有选右边的路。人生过处唯存悔，这个是一定的，你永远都会向往那个你没有做的选择。第二个，知是增实只一疑，我觉得这个话我是没有什么资格讲，因为我的知识没有很多，我觉得文倩的知识很多，所以文倩是不是知识越多的时候疑惑越大？知识越多的时候越不敢对一件事情下定论。 You're right， 对，就是当你对一件事情知道的越多，你就知道太快太简单的答案一定是错的。 OK， 所以王国维这两句诗，人生过处唯存悔，知识增实，我不是说我知识比较多，我只是说为什么越来讲话越不确定的。OK，好，这就叫做只一疑，就是会越来越有困惑。那我刚才前面讲的一件事情，我希望你有听懂，就是所有成功的人跟我们讲解他的成功经验的时候，他有大部分话没有讲是他真的有时候是运气好。选择造就机会也好，机会给了我们选择也好，都是空的。人生大部分是随着我们能够得到的机遇而行。我的信仰是随遇而安，你遇到那个机会你要搞定它，你遇不到呢，你再怎么会安都没有用，你就是安不了就对了。我想最后问一个轻松一点的问题，就是因为您可能是要给我们一些你人生上的建议，那我想了解是你其实是一个很宽容很贴心的人，在金马奖的典礼上还有你在生活处事上刚给我们的建议，那我想了解是那你讨厌的人会是什么样类型的人？因为如果你是一个很宽容贴心的人，那你会讨厌哪一类型或比较不欣赏哪一类型的人？那如果这一类型的人，那你可能会有什么建议给我们说避免成为那一类型的人？那我先说我会问这个问题，是因为我最近在看您的节目，有发现到你可能有我自以为的见解，有看到你比较针对某一些来宾的攻击，或也不是攻击就是发言，所以我会觉得说会不会是某一类型的人是您比较不喜欢的，那您会给我们什么这一类的建议？谢谢。非常有趣的问题哈。康熙是一个录制后才播出的节目，所以所有被播出的内容其实都是我跟 S 会愿意让他播出他才会播出的。如果我们真的在节目中过于真情流露的讨厌某一个人，我们通常会录影后就告诉制作人说那个你一定要帮我剪掉。那所以真的很可怕的部分是不会在大家面前播出，那能够播出的都是我们已经觉得是不会伤害到对方的状况下。可是为了节目的乐趣，不免有时候还是会发生这种事情，那个无所谓，节目就本来就做给大家看的，大家理解如何不是我们的事情，大家各自取得各自所需就好了。至于我讨厌什么样的人，说出来可能令你很意外，是一个非常任性的答案。我讨厌没品味的人，就是很多人会以为我讨厌什么邪恶的人啦，或者是我讨厌暴发户啦，我讨厌你讨不讨厌那个一直拿招牌在后面的人？
你也不讨厌他，所以请他做。他很辛苦，他餐风宿露的，一直拿着牌子站在别人后面，你觉得很容易吗？就 OK 好，我们两个做不到的事情，我们就不能够轻易贬低，所以就不能说这叫没品味嘛。所以什么叫没品味？这个就是玄妙的部分，就是。你很难界定品味到底是怎么回事情，它就很神秘，它不一定发生在跟这个人的财产、跟这个人的教育都没有关系，它就是会体现在一种他对于别人那个人在现场的时候，你是否感觉舒服？如果你感觉舒服，那个就是一个有品味的人；如果那个人在现场让你觉得你只想逃离的话，那个就是一个很没品味的人。我只能够告诉你，这是我对于品味的界定。所以，你要相信来康熙的人都是我喜欢的人，因为我讨厌的人，我不会让他走进康熙来了。这算一个 ending 吗？我为什么常常鼓励大家读书？我们的人生非常有限，阅读可以拓宽我们的经验，去看到别的人的人生长什么样子。你有机会看到别人的人生长什么样子，你就会培养出一种能力。什么能力呢？就是抽离的能力。在失败当中，我们感觉到痛苦，是因为你陷在其中。前一阵子小 S 遭遇到不顺遂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传简讯跟她说，我们一起来练习想象十年后我们的人生是什么样子。培养抽离的能力，能够让我们跳脱当下的痛苦跟挫折，比较容易面对失败。这个能力不会从天上掉下来，它是靠着我们一不断的去摸索别人的人生，累积到足够的信心，知道世界上不是只有我们一个人活着，有无数活的可能，那些可能会给我们信心，就是只要我们撑得够久，有一天这些失败这些痛苦都只是过眼云烟而已。好，谢谢大家。好，谢谢。